然后其实好久很久没有了啦，以前好像有一段时间啊，就是那个台大教育学程的常常会来看我上课，后来让大家看看发现这个人怪怪的，没什么好看，再加上这个人不好相处了，所以也不他来了啊。然后那时候我还印象很深刻，然后就有一个老师啊，然后他讲完之后然后坐台，他好像是曾经来看过，然后又另外一次，然后他就觉得很诧异，就说：“哎，他还记得他有跟同学讲，就说那老师上课是不用单讲，然后是会抄很久，他会抄一个很完美的完整，有吗？他看错人了吗？”然后后来就这样，就开始觉得为什么这一次看的不像之前那样的完美？后来结论知道是什么原因。他竟然会注意这种事情，很恐怖。不过他只注意到，哎，奇怪，他的印象中是一个很完美的笔记，为什么现在看起来不怎么完美？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是不是出了问题。我觉得非常有趣。不管了，我们刚刚来看一看啊。